现场，我是阿官，这不是新闻，这是你我的口袋。台北股市在今天开高走低，特别是外资脚底抹油，大卖了120亿。在今天盘面上，传产强，电子弱，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转折吗？我们刚刚来介绍，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连前文老师，阿官好，大家好。邀请到资深分析师王彦亮，阿官好，大家好。邀请到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阿官好，大家好。万宝投顾总监蔡明章，大家好。以及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业。阿官好，大家好。在今天股民 Q&A 特别邀请到叶姓范，据说你是地产高手啊。小，没有到很厉害啦。圈起来好，圈起来好。今年是做土地也赚，做股票也赚啦。对，上半年是这样，没有错。土地很热吗？现在？今年算是真的蛮热的。但是我本身像桃园大概一坪现在涨到多少啊？桃园如果是中立工业区的话，那边应该30几万以上都跑不掉了。哇，涨到30几万了。对，而且基本上还一地难求啦。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持股哈，我们来看到。股票也大赚钱啊，小。哎呦，干嘛这把脸遮起来？不好意思吗？来，我们看到你的创维哈，是啊，在成本附近。对。但是6598 ABCKY 啊，是大涨了2.7倍，不得了。合一，哎呦，合一赔了哈。对。所以最厉害的是 ABCKY。对。这下面高票啊，我们等会再来请教。节目一开始，刚刚带你来关心的是，川普又再出重手了。在之前杀华为，现在杀中兴，很多人说杀中兴也是为了断华为的后路啊。所以我们看到路透谈到，川普正考虑封杀中兴，而中兴国际的股价在今天消息一出之后，收盘竟然大跌了22%，不得了，暴跌。那么美国政府杀中兴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兴啊，不只是他供货给华为，大家都以为只是因为他供货给华为吗？不是的，因为中兴跟中国的国防军工产业有关，特别是中国现在所做的核试爆超级计算机，就是超级电脑晶片，就是中兴做的。在这样情况之下，美国政府把中兴纳入黑名单。对，川普摘除重手，准备将中芯国际纳入了实体清单，这一举击中了中国发展半导体的要害，因为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就是中芯国际，也使得华为走上了绝境，因为华为被断货之后，最后的希望就是中芯帮他生产晶片。不过好，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刚才这个慧娟提到了，在陆股的中芯国际回归 A 股跌掉了 11%， 在港股这个比较有代表性啦，跌了 22%。那另外一个也造成了两岸的这些所有的半导体的影响，有正负面的，你看正面的，联电大家想说，那我就有转单的利益，今天亮灯涨停。再过来我们台湾的半导体设备也有一些做中芯国际的供应链啦，那这下应该就受到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啊，像红树啦，这个比较知名度的嘉登，这个都是收黑的啊。但是呢，这一次为什么这个理由很特别啊？在上个月啊，美国有一个承包的这个国防承包商叫 SOS， 他发了一个报告，他指控中芯国际呢跟中国大陆最大的国防企业合作，因为解放军呢有很多的大学啊。然后这些大学呢，就提供了中兴啊，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美国在2015年的话，发现不对，好，所以美国禁止了这个美国的半导体向中国输出了这些高性能的运算的晶片。为什么？这些晶片呢，后来被应用在核试验。哇，核试验要很多运算啊，非常快速的这个超级啊计算机里面的晶片啊，居然用上了，所以美国就把它禁止出口。但没想到中国也很厉害，自行研发成功。所以美国发现他们自己研发成功和模拟试验的超级晶片。对，那我们知道1996年之后啊，大概签署了一个全面禁止啊核试验。那拥有核武器就那几个国家嘛，包括了这个中国，所以他不能啊这个实际的去这个核试爆。但是呢，中国啊现在正在发展一个近距离战争所需要的一个战术核武器。但是呢，我要知道它怎么样的一个模拟啊，我怎么样的运算呢、啊、就用这些超级计算机里面的晶片，用美国的嘛。所以呢，中芯国际也牵涉在这里面啊，协助了。那这个时间啊是这样，从2014年的差不多9月
到2017年的12月，中国呢大概有200次的核试验，那这个核试验啊，平均呢一个月就5次哦，这个非常高的频率。所以它是模拟的核试验，不是真正的核试爆。对，那模拟的话呢，应用了超级计算机的一个晶片的话，超级电脑，大概得到的数据呢，会接近啊你实际的核试爆。所以才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超级电脑一定会需要超级晶片，而这个超级晶片呢，美国发现中国在做这件事之后，就不让 Intel 出货了嘛？对。但没有想到中国自己做出来了。对，2015年4月的时候呢，美国就对4家中国的超级计算中心，还有呢国防的这个大学的话呢，就把它列入黑名单啊。那列入黑名单的话呢，就说 Intel 这些公司都不准出口。那 Intel 有一个啊叫 Leon 的这个 E5 的处理器，就是啊被拿来做这个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的这个晶片，然后就禁止了。禁止了以后，中国那时候最厉害的超级计算机叫做天河二号，就是用这个 Intel Leon 的这个 E5 的晶片啊。那禁了以后怎么办？他自己就发展。那自己发展的时候呢，他发展了一个是一级的计算机啊。那这个一级的话，什么概念？就那就比天河二号更厉害了。对，更升级，一秒要100亿亿次的计算，所以单位是一亿次，然后又百亿，百亿亿次的计算，一秒钟啊。对啊，那非常厉害。那中国它的先后的这个时间呢、很快。2017年的时候呢，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话呢，他就在这个山东的济南开工建设开始啊。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呢，他就完工了，就可以投用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中国所研发出来的一级超级计算机，也就是超级电脑，就是画面上你所看到的神威一级原型机。而这个神威一级原型机就是中国用来模拟核试爆的超级电脑。而神威一级原型机里头的晶片是由谁生产的呢？因为神威一级原型机包括无锡研究中心，包括国家海洋中心，以及清华大学都是主要的研究成员。而我们知道清华大学就是中芯的重要股东、大股东，所以美国认为中芯在帮神威一级超级电脑生产晶片。对，所以川普的逻辑现在大家搞懂了吧？就华为 5G 呢领先美国，所以打华为。那中芯协助了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也超越了美国，所以要打中芯。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中芯呢、它到底股东是谁啊？第一大股东大唐电信啊，这是中央跟上海国资委直属的这个企业，就是国企嘛啊。那第二大的话是国家集成啊，电路的产业就是俗称的大基金啊，占了 15.7%， 这也是国家的嘛啊。那第三个股东就紫光集团，它有 9.35%。那紫光是被谁控制的呢？是清华大学100%。持有的公司在控制紫光，所以前三大的股东通通都是什么？通通是政府的，所以当然中芯就协助了这个中国来做超级的计算机。好，所以中芯当然是标标准准的国家队。那么帮中国生产军工晶片，现在美国借此封杀，那封杀了中芯之后，在产业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嚣张呢？这是第二季呢。中芯国际呢，全球的晶圆代工排名第五，代市占率4.8%啊，所以呢，它影响还蛮大。第五，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上半年的财报，尤其在第二季的这个获利是1.38亿美金啊，这历史单季的新高。为什么？因为政府国家控制了中芯，所以政府也给中芯奶水嘛。他们呢，免他10年的企业的所得税。哦，有10年不用缴税啊。对啊，那当然赚钱啊，赚钱嘛，哦，所以这个影响很大。我想哈，基本上我们回来台湾哦，今天呢，联电涨停板，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联电，因为联电排在那个最接近中芯的第四名嘛，转单转到这个地方了啊，联电呢一开盘就亮灯涨停哦，我们直接看它的 K 线啊。那联电的话，这一波已经有做了一波的回档哦。我们下面看外资啊，那外资的话，在过去这段时间呢，高档的时候呢，它做了一些调节啊。你看，从这个地方就卖卖卖卖卖卖，
哎，但是连续两天啊，哎，开始买超了，买超，包括今天有19,000张，所以短线还有一个动能啦。但是市场也有一种说法提醒大家，难道川普会放过联电吗？因为联电跟美光有一个侵权的官司啊。啊、哦，这个地方啊，也损及了美国的利益。所以会不会修理联电？对对对对，下一步会不会联电？这个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到这个消息啊、哦。那再过来我们看，但是还没有修理联电之前，联电有转单效应。对对对，是有啊、哦，但是后面的这个消息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但是今天有一档跌停板，大家蛮压抑，3661的四星 KY 啊、哦，这是非常好的公司，今天挂出了跌停。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哎，中芯是因为跟解放军有关系啊，大家想联想，哎呦，四星 KY 为什么今年的 EPS 上看13块，比去年成长一倍啊？一倍啊！哦，股票我们记得我们200多块有介绍，后来我500块以上我就觉得本益比有点高，就没有讲了。但是后来也涨到700块了啊、哦，因为它最大的客户叫天津飞腾，做那个桌上型的啊这个电脑，那四星 KY 帮他。设计的 CPU， 但是天津辉腾、就是、也是国企，也跟解放军有关，跟解放军有关了，哦、所以大家想了、啊，哎、欸，会不会现在只要跟解放军有关的、哦、都会被列入黑名单、啊？对对对，还是要谨慎一点啦、啊。好，所以有人涨，有人跌。不过陈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在今天呢，除了有人涨，有人跌之外呢，大家更关心的是，那中芯。一旦被封杀，就华为死期不远了，因为等于是连他最后唯一的一条路也把它斩断了。所以有人说，华为囤的晶片大概只能撑半年，那半年后该怎么办呢？华为晶片断供大限将至，什么时候要到呢？9月15号，任正非这喊话说，没退路就是胜利之路，他自己都说现在没有退路，但没退路真的能够是胜利之路吗？我们来看华为怎么突围啊。第一个是他吸收深圳政府，他们说他们要自制晶片。第二方法是他继续加大投资海思，他认为海思是有机会做起来的。没错，现在麒麟9000目前手上的库存估计啊，大概就剩1000万片。好，余承东啊，就是他们的高级副总裁，在这一次柏林的 IFA 9月3号讲，没有新消息，我们没有新消息，而且确实9月15号以后没有晶片了，就没有了。那如果估算未来没有办法持续拿到晶片，甚至就是说没有办法突围的话，现在连中芯都不能帮他生产。对，简单来讲，半年后他就没有晶片，也没有手机可以出货了。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就自己说，我们今年等整个出货。至少就是至少会减少30%，你知道他现在 Mate 40就是4款嘛，对不对？有标准版，有 Pro， 有 Pro Plus， 还有保时捷设计版本。本来今年估是1600万只，他说修正幅度大约30%，大家就讲1100万只。可是因为业者真的也接到砍单的讯息，而且大家估算其实不可能有1600，原本估的就太乐观，大概1200。那如果再30%，那不就剩840？简单讲就是原来。估出货量的一半，哇，那不得了！那整个华为原本庞大的市占的部分就大幅度缩水了，哦，那会缩水到什么程度？有30%就这样就不见了，就这样就不见了。那问题是，这不见的30%消失去哪里？我们就发现说会被其他业者，包括 vivo、包括 oppo、小米，甚至其他业者给分瓜。你看华为本来它的市占。在正常的情况下，今年是估 46.3， 那如果下半年就没有办法出货了，明年我们甚至估 16.3， 所以简单来讲，华为是不是有可能整个退出手机市场？所以他现在下修，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在铺路了。好，明年很有可能华为空出来的份额会被 vivo、oppo 和小米给吃掉。所以 vivo 今年估计是 16.4% 的市占率，到明年有可能成长到 26.8%， 而 oppo 有可能成长到 24.3%， 而小米本来的只有 10.2% 的市占率，也可能往上蹿升来到 17.5%， 因为
Mate 40连公司自己都下修出货量，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对，那当然就华为来讲，他们也觉得他们只做设计不做生产真的是一个教训，所以任正非也在他们网站上面直接就承认，但原则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了，就破釜沉舟了嘛，破釜沉舟，你没有退路就鼓励大家，你就破釜沉舟了嘛，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喊话嘛，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努力嘛，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两个路线，第一个路线当然深圳他们现在成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金，包括深圳市本身也跳进来，他的持股高达 49%， 深圳市的引导基金，那华为自己是出了2亿人民币，占 31.6%， 还有这个北京建信本源，北京建信本源是这个中国建设银行最后面的大股东，其实就是中国建设银行，所以等于他们一起要来这个地方把这个市场重新做起来，扶持自己能不能自己来做晶片。当然为什么深圳这么紧张他还出资比例要这么高，原因很简单，因为华为在深圳就创造他们整个深圳 GDP 的7%啊，所以大道不能倒，对，所以而且他创造出来的经济规模是1000亿人民币，这个是华为本身，我们还不讲他的公司设立旁边的服务相关产业餐饮业这些还不讨论哦，甚至包括他过去几年他的研发的支出都胜过腾讯这些啊，所以华为如果倒了，讲一句话最简单，那其他中企怎么办？其他中企怎么连华为都斗不过他，都拼不下去怎么办？那所有的外资会不会因此而撤离？那你要知道这些技术的学习跟出口对深圳来讲甚至对大陆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他要在深圳自己做晶片，而且深圳政府大力支持他，因为华为在深圳话嘴也敢打，大道不能倒啊。另外就是他准备要加大投资海思。对，当然他的想法是这样，你看我一定继续投资海思，这条路是一定要做的。那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华为的手机系统不能用 Google 的这个作业系统，那不能用 Google 作业系统，我们当时认为啊死定了，华为的手机卖不出去。他投资海思，同时他做了一个什么？做了这个鸿蒙的系统。那这个鸿蒙的系统就这样子被他做起来。他说未来的世界肯定是有两套系统，简单讲，如果你有一套叫 Android， 那另外一套就是我的鸿蒙啊。因为现阶段可是现在的两套系统，一套是 Android， 一套是苹果 OS。对，但是对他来讲，反正另外一套他觉得就是他自己的鸿蒙系统。那有没有道理？因为现在鸿蒙系统全球使用人数已经达到7亿人了，已经达到7亿人，而且有180万个开发商在不断的在帮他开发后面的这些应用程式。以现在来看，应用程式已经高达8万个，我们讲这个 App 这种应用程式，所以有没有可能来突围？当然我觉得这是他的想法，他说以前你看你 Google 那边挡我，我这边鸿蒙我也是做得出来啊，那有什么不行呢？我觉得还是会拼啊。但我想投资人最关心的还是我们台湾厂商，对，美国对华为赶尽杀绝，那华为概念股，特别是台湾跟华为连接比较深的这些华为概念股怎么办呢？对，基本上两个思路，像比如说联发科好了，他就要转，三不转他一定要入转，他就不能把重心全部压在中国。对，他一定要转，所以你看他还好又有台积电在后面支持，他用了台积电7奈米的这个制程，他去以天玑1000为基础去设计天玑1000C，就是要进去美国的5G 市场，所以现在预估明年这一个整个高阶的晶片可能可以拉到超过1亿个以上，可以市占率拉到50%。那去美国的这个5G 的部分，这个天玑1000C 现用台积电7奈米，手机的部分 LG 已经决定要采用了，已经决定要采用，而且他把 ARM 的几个系统全部放进去。那未来最重要要加强就是什么 AI 运算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但另外一个我们来带各位看一下好了。好，另外第一个当然我们最担心的是联发科啊。对，我们先看除了联发科之外，很多跟华为连接比较深的个股我们也很担心。对，那当然联发科部分前面讲比较多，我直接看就是说其他我们所谓一般的华为概念股。那因为今天所以联发科现在找到美国这条路了。对，不要进吗？就 OK， 因为其实股价不要给吗？其实之前宪哥也有跟大家提醒过，就是说其实到看一下 K 线，就是大概到5开头的时候有没有？
其实慢慢的应该就可以准备布局。所以现在的这个转机出来，我觉得这个态势啊，就那个灯光好像那越来越亮的感觉，这个确实是有看到隧道的那个光，确实越来越有，就是那一道光。但就华为概念股而言，其实今天华为概念股整片是大跌，整个是受到影响。可是很奇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还是有看到很强的，比如说旺宏好了，之前大家就在说，哎，你这个 No Flash 的部分，我们就讲这个记忆体的部分，第三季以后不是出货就不好吗？哎，他说，可是我跟各位讲，我们的5G还是不错哦，不是还受影响？那你是华为，到时候会不会也来制裁你？因为现在都这样嘛。他说，但是因为实际上虽然它是华为概念股，可是华为占它比例其实相对比较小。而且目前它的 No Flash 的部分出货，全世界六大5G 基地台的业者有五大是它的客户，有六个，五个是它的客户哦。好，今天爆大量。对，今天爆量。那我们长虹，请帮我们换一下，就是外资哈。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其实已经连续两天长虹，那今天爆的大量出来后，我们又特别看到今天外资又大幅度加码，58,000这样。那因为它最新一季是赚0.7，如果我们这样算一下，就算它维持这个步调好了，股价其实不算贵哦。那另外一个是神盾，那神盾其实之前就打进华为的供应链，它要出这个指纹辨识系统，哎，今天也特别的强。实际上，好，就算长期，至少我明年上半年，就未来半年手机还是要卖嘛，对不对？你一年半年以后的事，我们先不讨论。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它今天也是爆量上来，而且哈。一样，外资也是今天加码。最重要的事情是，重点就是八月营收开始转强。那以目前的状态来看，短线我觉得在华为概念股里面，这两个可能稍微比较还有机会。好，其他的绿油油一片就很让人担心了。不过既然刚刚陈彦谈到了外资，在今天我们金管会主委黄天牧说，外资啊，你要分清楚，有真外资，有假外资。最近有很多假外资在盘面上流窜，而且专门锁定一些股本比较小的或者是低价的个股，所以我们来看到假外资回流狂扫台湾的中小型股吗？黄天牧说确实有，而且掌握中。所以我们看到盘面上确实最近低价股啊，或者是传产股或者小型股活蹦乱跳，这一头包括连钢铁股在今天都动了，因为中国基建火热，铁矿砂三月以来大涨了60%，油价强弹，在今天塑化股也涨了，塑化股特别是台塑化第三季的获利大翻转，当然台塑化不是小型股，但在塑化股里头有一些低价股，确实有一些外资，不然是真外资还是假外资的青睐。好，另外还有谁得到筹码的青睐呢？全球抢传奇抢货柜，海运运价疯了，全线涨翻天，在今天航运也动了。所以我们注意到盘面上有几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最近在涨低价股，涨小型股，甚至于在今天非常明显的开始传产电子主流意味。对，那在轮动轮涨的一个格局里面，有题材炒题材，没有题材就要找题材，因为市场希望题材嘛，股票是用炒的，不是用买的。来，我们来看今天有三个类股都很强。第一个钢铁，刚有讲过，中国大陆现在水灾嘛，南涝北旱，那水灾以后要怎样？要重建，重建要铁路、公路、基础建设，所以最近光是铁矿砂就已经涨了，跟去年来比已经涨了60%了。然后不锈钢的镍一直在涨，不锈钢连涨5个月，连那个大牛的中钢都已经在动了，它的报价都动了。所以我们来看今天中钢的一些子公司，中钢构啦、中红啦，还有一些其他冷口山、千星有够厉害，新钢哎叶星，甲看起来下边找迄个管的拢无呢，拢迄个5、6块、6、7块、7、8块。鸡蛋水饺股量涨停板。亮来都来讲塑胶，塑胶它只有塑胶哇，这重量级的啦，这不是普通人我都算的。台塑化，我跟你讲，7月8月赚100亿，但是伊无跟你讲，伊顶半年了256亿。因为它那是什么？那是折价损失的回冲。我们现在哦，我们的那个会计哦，管得比较严。所以你如果你的原物料价格大跌的话，你要什么？要折价损失，要提列折价损失。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会计本身它非常保守。所以如果一家公司交给会计师经营的话，这家公司会井然有序的倒闭。但是也因为这个保守，所以让我们很多你都看不出它真的还是假的。另外我们看台达化。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我跟你讲哦，光是七月一个月就赚0.64，你知道去年一整年才赚0.63呐、啊，
哇，惊死啊！一个月赚了过去一年哦，这是去买到金马角哦，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因为在做会计账里面，它的这种所谓的原物料的股、景气循环股，它有三种做账方式：第一个是先进先出，第二个是后进先出，第三个是平均成本。到底它用哪一个不知道，但是它就会让一个月让你吓死了。都来供了运费。哇，这么贵的物件吼，人拢收起来，跟他存运费呢。尤其是北美线，那北美的运费哦，现在你只要是行这个货柜的，那你只要北美占四成的，比如说长荣行，比如说像阳明都占四成以上，连万海最近都增加北美线。再来再谈到航空，航空你知道现在一公斤哦，已经涨到4.8块美金，跟去年来比的话，涨了50%，去年3.2。所以连很多载人的航空公司都已经把这个改成这个货运了，因为你只要改没办法改，那怎么办呢？所以画面上这是本来坐人的哦，对，这个位置是人要坐的，现在都是东西在做，然后一箱一箱用人去搬呐、啊，搬上去以后，然后坐在椅子上，哎，嘛惊伊欧贝连呢，所以那个安全带还要绑好，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一天这些股票，除了台塑化是大支的以外，其他东西谢运购都是跌啦，对，都是一些所谓的小股当家。当小股当家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说，那会不会这些外资是假外资啊？会不会是假外资来炒作呢？筹码我们看到的外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的金管会主委自己都说有掌握到一些假外资在流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筹码的角度怎么看这些小型股。好，那现在我们所有的软体里面都可以看到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码，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主力的买超。主力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前10家还是前20家、前30家的一个进出平缓的券商，把它抓起来当作主力。结果我们发现，所有外资在这个礼拜以来，我们1700档股票里面，竟然买522档，都是20亿以下小股本的公司，这是不可能的代志。理论上来讲，有一些公司都没有赚钱，所以我们来看，道理来讲，他不可能买。一周以来，外资积极买超了522档股本20亿以下的小型股，占上市柜总家数30%。那刚刚先哥的意思是？这一定是假啦，外资不可能买20亿以下，更不可能去买这么股本这么小又亏钱的公司。对，一般来讲哦，外资因为它的一个资金比较雄厚，所以它的回旋的半径要比较大，它一般都会找那个50亿啦、100亿的公司做长线的投资。另外，你想想看，那个20亿以下的股本的公司，如果它是亏钱的话，它下午收盘完了以后，他怎么去写报告说我是因为1、2、3、4、5这五个理由去买那档股票，根本写不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叫他买？好，这些小型股包括世界先进、泰生、对、硕和、精彩、信音、华晨。好，这是我们发现这几档里面，包括这边的、主力。我们比如再看信音，来，信音里面有没有？有，在这里来。对，主力库存也买了这档。主力库存 好，我们来看那个华晨，华晨。我们来看硕和，你看泰生，对，世界是精彩。我们发现这些外资买超的20以下的低价股、小型股里头，有这几档在主力买超里也赫然看到，所以这是不是主力收给假外资啊？所以说合理的怀疑。后来我们查了一下，现在外资规定，你只要在外资的券商里面啊，100万美金、3000万，你去开个户。你就可以开外资的户头。过去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案例，你应该知道，叫做中信托到香港去开一个红火案。红火案。红火案呢，就是假外资进来的，他钱是在香港，他在香港开户，然后委托那个外资在台湾去买某一只股票，然后反正贵减税就是外资啊。是啦，啊，即马唔免贵减税啊，即马你只要100万、3000万个开落。你就是外资啊，所以合理的怀疑有一些外资可能就是假外资。我们来看，这个是信盈股本12.6亿，那这个月涨了30%。我们来看第二档的华晨，它的股本11.72亿，这两个礼拜涨了27%。我们来看硕和，它近两个礼拜股本只有6.7亿哦，这更小哦。它近两个礼拜涨了35%，所以如果类似这样小股本的，理论上来讲，外资是不敢买，外资卖光外资了。
连自营商有时候要买这个都要考虑考虑。这种被假外资炒过的股票会怎样？对，那我们要跟他吗？我们要坐这个轿子吗？要吃他豆腐吗？阿官，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如果你胆大心细的话，你可以跟他。那你还跟我们讲几只，我们怎么跟来？教我们怎么跟来？好，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来讲那个最近我们看到大陆双十一剁手节到了嘛，还有我们讲的铁路公路基础建设嘛，比如像1101的台泥。我觉得啦，如果以我啦，我选股的话，我一定会选第一个，你要有基本面的；第二个，你真的这个题材是真的题材，而不是一个虚构的题材。但是这个是大股本哦。大股本啊，所以这个如果是进去的外资，一定是真外资。我们来看外资的买超，来，我们来看这个外资的买超。那这个今天外资买的3935张，这绝对是真外资。来，他这个在这边，他有一个跳空缺口，这是除息，然后在这边整理已经很久了。来，1234567891011，刚好今天13天，13天刚好一个时间转折，而且他今年的上半年他赚1.94，所以这种就可以做比较波段了。那水泥有没有在涨？水泥在涨，大陆水泥涨30%。而且未来可能每个月还要调涨，因为水灾那么严重啊，你想也知道不可能用泥沙去搞啊，没有水泥不行。你今天股票看不刺激了。对对对，无刺激，我跟你但是温温啊谈，好温温啊谈，你也在慢慢啊做。都来，咱今天讲双十一剁手节，正隆，我们来看正隆，1904的正隆，正隆来，今天是震荡哦，震荡很厉害，今天外资应该是卖才对，好，我们来看外资。好，今天的外资买卖超，我们看到外资的筹码是哎，卖了1000多张，1378张。来，1、2、3、4、5这五天，对不对？这个大红棒，这个大红 K 都还没有破底哦，这代表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今年它正隆上半年赚多少？正隆上半年赚1.54，当然里面有一些业外的，那至少目前来讲还可以接受啊，好，还可以接受。我们上次在讲正隆的时候，在这边应该是在这附近涨。目标是看30嘛，它来到31.4嘛。那高档震荡这个时候，因为它后面还有真正力度在后面，所以它量大回头，这个是最大的量啊，最大量。所以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它还有机会，但是你手脚还是要快。再来，我们来看永丰宇哈，永丰宇1907的永丰宇。那永丰宇今年上半年赚1.15，我们来看它的 K 线图，哦 ，K 线图也是很厉害哦。那1.15理论上来讲还好啦。就是说，目前来讲，比比还算低的。那比较投机的是荣成1909的荣成，同样是子列这三档，这比较投机的。它上半年赚的很少，只有赚0.08。哦，来，我们来看它的 K 线图，但是它的量很大，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炒，这股性很活泼。这种有可能是假啦。这种有可能假，但无要紧，咱都有讲，你都知影假，咱就假唔知，咱就对伊做就好啊。因为咱的目的是要赚钱嘛，我管他你假啊真诶，对不？啊，是这种要对这种人来去卡输是假外资哈。我们跟这种股票现在已经创新高，留上影线，这还能够跟吗？所以他这个叫做有振幅。股票一定要有振幅，有振幅才有价差，有价差才有利润。因为现在都可以当冲，所以这种股票当冲现在创新高还是可以跟啊，还可以跟啊，就是你手脚比它快就好了。哦，还照个劲呢哈。对对对，好，这个是中小型低价股，虽然有很多个股转强，但是要留意它的筹码到底是正外资还是假外资。那如果它是假外资的话，那你手脚就要快一点了。不过我们来看信范的股票，信范买的股票有一档连我都不认识，叫 ABCKY， 这什么公司？它是四季概念股。哦，对，检测试剂的概念股。哦，检测试剂的概念股，为什么会去买这一档哈？信范。基本上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研究这一支股票蛮久的，在他当初一开始挂牌的新贵的时候，然后就有在注意他。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因为成效没有太好，所以他股价一直没有很好。但是就是在今年刚好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他那时候是有特别说这一支可能 FDA 会去冲，所以他就说可以留意这支，然后叫我进去买。对，哦，所以你是朋友不会明白，对对对对对，哦，听明白啊。对的，因为我如果会的话，我应该不是坐在这边，就会跟老师坐在一起。对，都是听朋友说的。那边不会不会。可是你买的很低耶，你买在40耶，很厉害耶。就其实买的，而且你还要抱得住哦，你抱到今天收盘149.5还抱着啊。其实当初对啊，因为应该是说当初买的时候，朋友那时候是说目标价先看100。然后到100的时候，他说目标价改120，所以不是你对这家公司有信心，是对朋友有信心。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刚刚老师讲的，要会跟啊。那我朋友既然讲，我就跟着他跑跑跑。对啊。另外，创维呢？
创维在成本价附近哈。对，因为创维也是一个朋友，也是朋友说的啦。他们是说这个股票应该在圣诞节那时候可能大量出货的话，啊，是同一个朋友吗？不同的，不同的。所以这一次现在还停在这里。那这次比较没那么厉害。对对对对。那第三个就是又听错朋友的，所以有时候朋友还是要看这个朋友好不好跟啊，对啊。另外一只是合一嘛，4743的合一，这又是另外一个朋友哈。对，这个是一个。那像这样今天急杀又杀尾盘，你没惊吗？你不怕吗？其实讲真的，我成本那么高，已经没有再担心了啦。我打算死猪不怕滚水烫了。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成本是405啊，因为它成本是405，在今天收在283.5。他说反正我的成本那么高了，我死猪不怕滚水烫了哈，反正就不管它了。好，今天新番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没有，我主要还是比较想知道，因为像合一，我觉得炒作比较高了。那我主要还是想知道说创维的部分到底有没有机会，就是像我朋友讲的那个。后面有圣诞节的一个效应，因为它好像 USB 跟那个充电的部分嘛，对啊，就不晓得说后面，想请问一下老师，这后面有没有我有没有可以期待它的股价啊？其实这几天那个电子股表现比较相对弱势哦，但是传产比较强，对，传产比较强，但是你发现6014创维它目前的这个 K 线形态啊，还有办法维持在这个季线之上，那代表说它的一个形态来看呢，是算相对强势的哦。那我觉得在圣诞节之前呢，有机会再冲破一高，因为它的主要产品有两个，一个是 USB 的 3.2 集线器，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是 Type C 的控制 IC。那这两个产品呢，都是运用在 PC 跟个人笔电上。那这两个 PC 也好，或是笔电也好，在年底之前都还会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它营收是有机会上来。我觉得这样股票你可以稍微再报一下，不用那么急着出。哎呀，这个才套1块钱嘛。对，还好、啊。还有其他问题吗？有，但 A B C 的话，因为我在跟我朋友对赌说目标价是200。A B C 你已经赚那么多了，还有什么好问的、啊、？A B C 我们的目标价其实是200。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在对赌说过200的时候要请对方吃饭，就是我赌他不会过200，那我朋友说他一定过200。那会过200吗？对。还是要投降输一半，过不过200我不敢保证，但是呢，短线上来看哦，它有机会去挑战前波182.5的高点哦。为什么呢？因为它目前今天你会发现它是量能涨停板，那今天的这个 K 棒形态上来看呢，它已经突破了8月21号那个上影线的位置。那短线上来讲呢，这个四季概念股其实今天有一档叫1760的宝林富锦哦，刚刚宣布要停牌。所以这可能短线上四季概念股有一些题材会做一些发酵。为什么要停盘？可能跟某一些并购有关，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讲，都在传了，目前还不知道。传可能跟并购有关。对，那明天就知道了。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短线上四季概念股，因为 ABCKY 也是做四季概念股的嘛，它是有机会再冲高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必要急着说先卖出了，因为先接近前高。他没有买，他没有买，他怕输。对，怕输。怕输朋友，我建议对赌。你就大不了请他吃一顿饭嘛。接近前高的时候，反正你赚那么多啦，土地也赚那么多啦。其实180块的时候我已经请他了，因为我以为隔天就会到200，就182块。你已经先请了。对，我已经先请了。请枪开弹的。对对对，没有，因为我想说再一根就有到了嘛，所以应该 OK 了，就没想到。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去了。没关系，后面如果到200的话，你跟我一起。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对他有信心了。还有呢？那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之前也有讲到那个利基跟那个利基跟金鼎的部分啊。那这两只其实我后来有进了一点，但有点被小套。那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两只后续该怎么办啊？哎呦，他朋友蛮多的，所以名牌来源蛮多。来，利基和金鼎呢？利基跟金鼎就跟创维比较就比较弱势，因为利基跟金鼎目前都在季线之下。那利基它是华为 WiFi 6题材嘛？嗯，那现在它虽然是说它的这个美国技术成本不高，它可以继续出货给华为，但是大家考虑一点哦。你只有 WiFi 6晶片，没有其他零组件，那个也做不太出来，所以我建议短线还是要避开。那3413金鼎呢？它是跟这个应用材料有关，它最大客户就是硬材嘛。那硬材因为最近哦，这个中国可能会提出反制的措施，晶片 IC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短线上来讲哦，我建议啦，先不要注意这两档股票，除非大家说上季线之后，那中美关系之间就稍微转好的时候，你再来看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我已经买进去了，怎么办？买进去，我建议你如果现在价格不高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换哦，包括你的合一，我也觉得可以换。你换最近题材比较强的，像什么？像其实最近呢，我们已经没有在看什么天国一回了。合一，你不要放弃它嘛。合一，我就想说算了，没关系啦。不是，因为你400多买，现在200多，你放弃它，万一到100多怎么办呢？你干脆就换股啊。这样子吗？对，我觉得可以换的。可是他万一回到405怎么办？哎呀，人生后面哦，我讲，他现在 EPS 还没冲上来，你看他上半年赚多少？1.1块4而已。所以现在股价200多，根本不合比例。
而且他如果他这一波从153反弹上来350几了，已经弹了快一倍了，所以你会发现他最近又弱势了。除非他后面这个授权金再出来，再往上垫高，我觉得是有机会。我建议你啊，短线你要去注意，就是说盘面上目前在热什么。如果真的执着生技股的话，你可以看什么6492的升华科，从这个地方去衍生出一些概念股出来，会比较好。6492的升华科，因为买不到啊。我们现在不看，对，我们现在不看天国一辉喽。6492升华科，它为什么会持续涨停板？现在买不到，对不对？我们要延伸出来去探讨说，如果它那个新药是真的有用的话，那接下来台湾哪些概念股会受惠？其实今天盘面上有一档股票已经是先反应的，这是1762的中化生，有没有注意到？它一定要能涨停板，可是莫名其妙也没什么题材啊，就这样能涨停板。因为升华科这个新药，它是属于这个免疫抑制剂哦。那抑制剂的部分呢，刚好中化生有做，所以呢，今天大家联想到，哎，它就莫名其妙涨停板了。可是这个里面还有什么股票是没有什么反应、没有反应到的？我建议大家看1789的神龙，为什么呢？1789的神龙，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吧，因为要先知道这个药是什么做成的，你会发现到，我这是从它的官网上找出来的。这个药其实哦，就是一个胶囊药。那这个胶囊药怎么做的呢？关键在于这个小分子药物。哦，小分子药物呢，除了这个1762的中化生之外，国内其实小分子药物技术龙头是谁？你知道吗？就是1789的神龙。可是我们看看神龙的这个 K 线形态哦，股价呢反应呢相今天的，因为这神龙摆尾啊，神龙摆尾，但是它没有涨幅没有很大。我们看看它的 K 线形态，因为今天才涨2%而已哦。你看喽，这一波回撤下来有没有？这都还没涨到。可是你看1762的中化生，今天1762中就很强，就上来了，对不对？那一样都是有做这个小分子，对小分子的，它大家可能就想到神龙，不想到那个中化生，可是没有考虑到神龙。神龙关谷持有18%，所以如果说未来这个药如果真的有用的话，新药国家队政府要找谁做？要找的是1789的神龙，因为中化生现在他说要扩产了，但是呢要盖还要盖，对不对？还要需要时间去盖这个工厂。但是1789神龙呢，在台南这地方有18条产线等着要做生产，所以如果说这要确定有效的话，那我觉得这档股票后续的部分爆发力道会很强，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紧接着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快晚上11点了。紧接着可能再过一个小时，苹果就会发表新品，大家拭目以待，所有的果粉都在等。今天凌晨会不会有新品发表呢？因为之前就说9月8号很有可能苹果会突袭式的发表新品，发表什么新品呢 ？Apple Watch 和 iPad 金价五颗零吗？另外一个跟苹果有关的新闻，在今天也是头版头谈到，从 iPhone 打到伺服器。鸿海抢走了微影的大单，雷老师。确实，鸿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过去这段时间的话，它是说真的非常吃瘪了哈。那我们可以发现，伟创的话跟立讯合作，然后把厂房卖给他，准备掠夺鸿海的一些所谓的订单。那另外，合作的话并购了所谓的凯盛的话，重效的效果也显现出来。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时间哦，鸿海的股价确实蛮吃瘪的哈，但是开始反扑了。原则上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微影的部分的话，把它抢到它所谓的伺服器的一个订单，而且是重重的一击。为什么是重重的一击？因为微影大概在微软还有 Facebook 占那订单有90%。那微影它这一家公司的话，在资料中心的一个伺服器的话很强，但是有一点的话是未来一个趋势，它到现在还没有推出是5G 边际运算的伺服器这一块很弱。那这一块就工业互联最强的一块，所以原则上的话，利用工业互联来抢这个订单的话，我个人认为未来的一个情势应该是很好。那另外的话，我们来看所谓的苹果啊，苹果每次新品要出来的时候，整个市场为之疯狂，那大家就一直在猜了，到底是9月7号，还是9月8号，还是9月9号，还是9月10号，每天都有不同的版本。那原则上我们把它归纳应该是这样，有可能应该是在9月9号、9月10号这个时间的话，应该机会比较大。那 iPhone 它会先讲，那 iPhone 讲，但它会在9月22号的时候的话，再另外再包装，但它会先讲9月22号的 iPhone 会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它会把新品推出来，就是 Apple Watch、iPad， 还有头戴式的所谓的 AirPods。这几个产品，那原则上我们来讲，先讲第一个产品的部分的话，我认为机会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 iPhone 的手机在
比较尖端有两款，一个的话是 iPhone 12的 Pro， 还有 iPhone 12的 Max， 这两个都会有一个光达镜头。那这个镜头原则上的话，你可以发现这就是一个 AR， 这个 AR 的话就是扩增实境。那未来的话，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所谓的室内设计师，一个空房子，我可以用手机，这个椅子放哪边，桌子放哪边，怎样，就可以去模拟。或者是说我要去道路建设的话，我也可以用 AR 的方式的话，模拟应该是怎么弄。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AR 的一个扩增实境。这个水是假的是吧？它是模拟，全部都是模拟。这是 simulation， 这是一个模拟的一个情况。所以新 iPhone 的镜头会用这样的雷达镜头可以做模拟的。对对，之前叫 TOF， 但是 TOF 的话一般来讲准确性太低，所以原则上就是改善的光达。其实它也可以用在自驾车，自驾车它比现在流行的毫米波雷达更准确，所以未来这个光达的话，在2019年它的产值大概$13亿，但是2023年它的产值的话应该是$50亿，所以这个光达一般来讲的话，原则上它每一年的复合成长率有40%的一个成长，所以 iPhone 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光达这个的话，未来在股价方面的话，应该是蛮有机会的。那光达的概念股的话，一般我们现在所看的是玉晶光。啊，玉晶光啊，对对，还有这个技术啊，对对，因为现在光达镜头大概是两个在做，一个是大力光，一个是玉晶光。那大家会认为就是说这类型的股票的话，股价那么高，其实我们用一个假设来，2020年苹果镜头的产值，大力光占54%、56%，玉晶光是占44%。其实，在 iPhone 的镜头的产值，它跟大力光的话是不分轩制哦，是差一点点。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是说，玉晶光不是有顺影光学，还有三星电机的话，来抢单吗？2021年，评估是大力光还是占55%，玉晶光是41%，但是顺影光学是有1.5%，然后这个所谓的三星电机的话，也是只有1.5%，所以玉晶光还是有41%的一个市占率。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获利的话，明年估是42.68元。然后后年是51块，所以原则上我还是认为这类型的股票的话，一般我们认为它的本益比的话，应该是在13倍跟19倍之间，做一个区间。所以原则上，如果股价有在550块以下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长线的买点，因为它的未来的一个获利能力的话是在大幅提升之中。好，它是光学雷达镜头概念股。好，另外 Apple Watch 是一定会推出的。对，那我觉得 Apple Watch 就很悬的。Apple Watch 之前它的重点的话是防跌倒，比如说你在意识跌倒的话，你的家人的话跟你会有连那个手机的话，都会知道啊，你可能在这个因为会有个倾斜度，就会知道说你跌倒就跑进来。那这一次的重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心阳感测。那大家以前的话会觉得 Apple Watch 的话就是我的脉搏，我的心跳是多少，这一种的话，心阳的这个所谓的感测是这样，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这个心脏一跳动的时候，这个心脏会类似会压缩，血量就会流出来。如果你血流出来的话是在90跟100 ppm 以下的话，可能会中风，可能会心肌梗塞。但是刚才那个的话大概在114正常，所以有那个东西的话，对一些可能心脏不好的人的话，真的很有帮助。而且它有睡眠的侦测，那睡眠的侦测的话，你早上起床你还可以听你昨天睡觉的时候呼吸声是什么，那知道自己在睡觉的时候没有感觉那呼吸声是什么。那我们录下来吗？会录下来，会录下来，你狗狗狗狗狗，一会狗的人的话，我怎么狗了那么大声，就吓一跳。好， Apple Watch 的概念股要看谁？一般 Apple Watch 的话在台湾大部分是两个类型的一个股票，第一个是月光，因为 Apple Watch 主要用细粉来做封装，所以过去想到 Apple Watch 第一个想到就是月光。那第二个的题材的话是广达，过去的话组装很多的话都是有这类型的股票来做一个组装的一个动作。那 Apple Watch 一般来讲的话，一年大概有3500万只以上，所以原则上我想这类型族群的一些个别股的话，其实在收益方面的话其实还不少。